未来蜜答客问，客人问蜂王乳是不是蜂王的乳？蜂王乳它不是蜂王的乳，蜂王乳是工蜂三恶腺分泌出来的食物，它要喂食蜂王。一只蜂王，它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开始吃蜂王乳，一直到它寿命结束。依据研究的报告，一只蜂王它吃蜂王乳最长的寿命，它活到8年之久。那一般的小蜜蜂，这种工蜂或是雄蜂，这种采蜜的蜜蜂，因为它的食物不是蜂王乳，所以它最多活大概半年而已。蜂王乳因为它含有葵烯酸跟雌激素，这个是美女们她们不说的秘密，让你吃出美丽，吃出永恒。买蜂蜜，请找飞来蜜养蜂场。蜂蜜尚在冬。